The Paco-Filipino-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held a celebration of its 76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73rd to 74th officers induction ceremony. 百格翡华商会举行庆祝成立76周年暨第73连74届职员就职典礼。 2024年10月15号晚，百格翡华商会假作世纪海鲜酒家隆重举行庆祝成立76周年暨第73连74届里监事会职员就职典礼，翡华友好团体代表、嘉宾等应邀出席典礼仪式。名誉理事长林文书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辞，他表示，在他担任理事长两年间，商会举办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这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奉献，对此他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，相信在新届理事长李俊雄的领导下，一定能够达成一个欣欣向荣的百格翡华商会。翡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洪建雄担任监事员，见证印信移交并训会。新届理事长李俊雄在致辞中表示，自己承蒙大家的信任，推选为新届理事长，这不但是一项荣誉，更是一种担当，一定会积极拓展会务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把商会的各项工作做好，希望各位前辈同仁们给予指导和配合，共同为百格翡华商会谱写更加灿烂的篇章。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事长卢祖印担任大会主讲人，马尼拉市长拉普纳担任专题主讲人，晋江市金井镇侨联主席王玉义，菲华各界联合会副主席王清涵，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副理事长施玉苗，晋江市金井镇南江村两委会书记李静波先后致辞，马尼拉副市长涅托，马尼拉市议员 Boy Isip Bell Isip Mo Yung Pango 亦先后发表讲话。期间颁赠感谢盾牌与名誉理事长林文书、监事员菲华商联总会副理事长洪建雄、主讲人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事长卢祖印、专题主讲人纳库纳市长、晋江市金井镇侨联主席王玉义、菲华各界联合会副主席王清涵、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副理事长施玉苗、晋江市金井镇南江村两委会书记李静波，然后致赠感谢盾牌与捐献福利金和捐献该会会所装修的热心同仁。随后新界理事长李俊雄个人捐献菲华商联总会华生流失补助金、捐献福利金与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、菲华各界联合会、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、百格防火会、菲律宾陇西理事中心总会、菲律宾家具厂商联合会、旅菲金井南江同乡会，并捐献两台空调与百格公民学校。副理事长李耀鹏致谢词，秘书长王学义介绍主宾席宾主和主讲人，副理事长许南文介绍专题主讲人，非中电视台主持人施安顺担任大会司仪。典礼仪式之后进行了聚餐、祝酒、抽奖以及余兴节目表演。我要握着你的样子，Pagigong mo kani mo, murag tambot suga aso-aso. Kaya mo rin, mo tsui sinyan do mo rin, mo tsui sing tin do mo. Siwa ni za mei i ka, mei i miya. Siwa ni za mei i chu. China 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